近期拍得如火如荼，而继之前虞美人来客串王心凌的妈妈后，茂博又来客串当陈亦如的爸爸。但最近绯闻事件不断的王心凌一起受访，焦点又摆到了她身上。聊到之前跟汪东城的绯闻，王心凌直叹无奈。每一次偶像剧不都有这种传闻吗？我每拍一出偶像剧就要跟一个男明星交往，聊完最近的绯闻，王心凌跟范植伟过去的往日情又在近期被大家拿出来讲。王心凌则表示对自己说过的话问心无愧，没有的话我说不出口。然后我做过的事，我说过的话，我都问心无愧。而对于朱孝天跟林熙蕾盛传的婚事，朱孝天持续对媒体的询问坚持不回应。不方便回应啊，你要我骂记者吗？不好吧。谢谢。